光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就能让台下无数粉丝为之疯狂，甚至激动到昏厥被抬出去。他就是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·杰克逊。作为一个据说当时全球三分之一都是他粉丝的男人，身体倾斜45度不倒的名场面可谓是火遍了全球，引得众多舞者模仿。那这个动作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？事实上，仅仅是依靠个人能力并不可能实现。而在 MV 里所展现的画面，主要是利用了简单的绳索，通过系在腰上来为其帮助完成这一动作。由于昏暗的环境，观众并看不出来。至于演唱会时为什么还能顺利做到，其实真正的秘密就在于他穿的鞋子。设计师在鞋跟上做了一个巧妙的设计，将一块微型的铁板镶嵌在了里面。他在需要做45度倾斜时，舞台的地面上会立刻弹出一根钉子，将整个鞋跟给勾住，从而为迈克尔·杰克逊提供额外的抓地力。不过话虽如此，想要完美的展现这一高难度动作，仅仅依靠外部力量是不够的，还需要强健的腿部和背部肌肉，同时也非常考验舞者的跟腱力量，只有种种条件均具备才可以做到。可见拥有世界舞王称号的男人，不仅有太空漫步一样的灵活性，身体素质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